现代青壮年上有老宝贝，下有儿女，成为经济负担较大的三明治族群。为了让年轻人敢结婚生子，台北市政府推动多项创新托育政策。柯文哲上任后首创社区公共托育家园，补足2到3岁托育补助缺口，公共化幼儿园比例从58%增加至70%，鼓励生育。我记得，这个我刚到市府服务的时候，市长第一个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说，你要把我们台北市的小的、老的、弱的这三个群组，这三个族群要关注好。我们对于0到6岁，其实建立了一个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养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。我们104年我们就推出所谓的大公托小家园，好，小家园的服务。那106年中央就跟进，我们105年推出友善的合作机制，就是跟私立的托婴中心来合作。那接着107年就是催生了中央的准公共化，都是走在前面。我们108年把2到3岁补足，教育局跟社会局合作，不管你是在托婴，你在幼儿园，都一样，可以2到3岁可以让家长自由选择，都不会有补助断层。结果各位看，109年中央也跟进。第二个重点就是老的，我们就是台北以我好好慢老，很多家庭我们都鼓励老人家白天走出来，要走到哪里去？所以单单以这个社宅的周边为例，就有一个老人日照中心，有3个据点。除了照顾幼小，柯文哲上任后也积极开拓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成为全国据点数量第一。未来也会继续推广居家医疗复健、居家药师和居家安宁服务，为年轻人减轻照顾长者负担，同时推动无障碍环境，营造友善共融城市。蔡炳坤副市长表示，6年来因为倾听地方声音，看见世代的需求，逐一实现社区安老、平价托育、平等无碍等愿景，期盼大众能够感受，并且以城市进步为荣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